我真的很有时候很想把把床，我看它可以钻到哪里。不要，不要，肯定准备出去了。有啤酒，还是你要这个？看一下 coffee 好不好？ Barbecue 的店有写 coffee 吗？ Barbecue 的。Barbecue 没有写 coffee 啊。我看一下有没有。你闪呢？结果啊，
你看他我们的司机的年纪大不大啊？蛮大的，对不对啊？算是真的很大啊，都很辛苦。他们的话呢，还是你看，我们一般都没有老人家啊帮忙拿行李什么什么的，这个的话呢，不会的哦。就是一般来的话，阿明就是这些，本来是司机弄的才对的啊。可是我要帮忙，是我们对象已有啊。可是我们司机的话呢，哇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然后啊，那个他们他都安全开车，都很急。哦，比较急一点是没错啊，可是没有啊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很会开车的人啊。那个，我们等一下哈，他也是带了很多那个有没有就团体的啊，只有我们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和大陆都会接哦。那个我那个客人跟说怎么说呢？我也是等一下都给小费的啦啊，他也是给小费啊。可是我们就等一下帮忙拿的时候再打招呼一下啊，感谢阿弥达，感谢阿弥达是什么意思？谢谢谢谢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请说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客人还没花到钱呢、啊，就是不是很大的钱呢、啊，就意思啦，啊，就意思的不，韩币嘛1000块2000块，1000块台币30块而已，啊，听我的意思吗？哦，2000块也是在50块而已的啦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对。对，所以呢，你们看到这个，就意思是你们自己还没花到钱，台币100块没关系，可是不能给同伴。哦，这同伴不行啊，台币没关系啊，哦，不给就没关系，值得可以，同伴不要给他，哦，这同伴拿到才有乞丐拿的，哦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同伴你们回去顺便放包饭呢，哦，阿明当乞丐好了，啊，同伴都给我，啊，值得都给司机。懂不懂？啊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给我们台湾的面，哇，台湾的还是蛮不错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台湾的面积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大家这几天大家都感谢你们啊，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过来玩一下好了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掌声欢迎啊！大概都全部交你给伊啦。等一下，给他，等一下。啊，这是给，不要给我。对对对，这是你的心意。对。台币他的五比五的开这台币嘛。拿到喽。没关系，他晚会去找领导游换。
您现在下车的时候再检查一下我们客人有没有忘记东西，姐姐手机有没有在不在？上面有没有东西？姐姐手机在不在？姐姐手机在不在？他给你的女儿当玩具，你不要给她吃下去哦。干不能。开水啦。不会了。麻烦你帮忙。因为我怕等一下我忘记了。玩具哦。原来客气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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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including mobile phones, on flight mode. External battery should not be used on the airplane. Please put your carry-on baggage in the overhead bins under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. When you open the overhead bins, please be careful as the baggage may fall out. Thank you.